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是人而不是一个砖头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哇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有五个手指头，为什么不是六个手指头？问前面那个师傅吓的。I feel grateful. I suck a lot of dicks. Oh. 你要知道我怎么讲？被谁谁念要让发的白吗？不能跟我好歹看一下日出吗？我在看。你在看日出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哇，好美啊！你们自己在成都开个店吧。嗯，开个什么店？卖屁股的店。开一个美甲店。